大家好，今日要介绍呢一本新书咧，就系欧针编织珠子嘅口金同埋袋仔，咁啊，全部都系穿珠咧，然之后一路钩织嘅。好啦，呢一度咧，前面一大部分咧都系口金包，咁你见到其实呢两个都系一样嘅吓，白色同埋金黄色，咁中间呢度咧就穿咗珠珠。好啦，另外呢兩款都係口金包啦，咁就有一個都係白色底，然之後穿咗紫藍色珠啦。呢一邊呢一個咧就係、穿咗黑色嘅珠，咁啊有唔同嘅花紋。呢兩款咧花花圖案嘅咧，全個都已經係穿咗珠仔嘅啦。好啦，另外咧左邊黑色呢個都係口金包啦，右邊呢一個咧就係穿咗珠嘅索繩袋。呢兩款咧就係一個銀灰色同埋白色，咁就穿咗透明珠鳳梨花樣嘅索繩袋仔。好啦，另外咧呢度左邊咧就有一個另外一個長方形嘅珠啦包啦，咁另外咧右邊呢一兩個都係穿咗珠嘅口金嚟噶啦。另外咧呢兩款都係一樣嘅，咁啊係立體花嘅口金。好啦，呢兩款嘅珠咧就係大細珠，其實佢都有兩種嘅尺寸啊。咁啊，呢個口金包。另外呢兩款咧就係網狀編嘅袋，咁啊袋底其實係一個長針嘅圓形，咁然之後就一路就勾網狀編，咁啊中間穿咗珠。其實除咗珠之外咧，你亦都可以加呢個閃片嚇，珠片都可以嘅。好啦，另外呢兩個就大少少嘅手提包，咁就呢兩個咧都係一樣款嘅，一個白色啦，米白色，一個黑色。好啦，另外呢兩個都係有手環嘅手提包。後面呢一度咧就係介紹咧嗰個穿珠嘅做法啦。咁首先咧，其實咧就先會將嗰個珠仔咧就穿咗落去條線嗰度，然之後咧就一路勾織嘅時候咧就將個粒珠係撥埋嚟。咁如果你話哦我未玩過嘅話，其實你買本書翻去咧自己跟住做嚟睇咧都幾好嘅嚇。咁後面都係一路啦，有少少嘅圖片咧教學啦。好啦，呢一度咧就係線材啦，同埋珠嘅介紹。咁啊，後邊就係編織圖。咁咧，因為穿珠嘅時候咧，其實佢有珠咧有個位置啦。咁佢亦都喺個圖片圖樣嗰度咧會顯示，即係譬如而家呢一個嘅圖樣，咁你會見到咧，佢有啲藍色嘅珠珠咧，其實嗰個圓點咧就係佢嗰個珠嘅位置。好啦，後邊一路咧都係編織圖。最後尾咧，其實佢亦都會介紹珠珠啦嚇。好啦，咁啊，今次介紹係咁多，多謝收看，我係 Judy， 拜拜。